11月4日消息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出生纽约，今年23岁的杨凯琳近日大胆自曝，高中时与另外一间学校的西班牙与白人混血，拥有高壮身材的帅气橄榄球员交往，两年半的恋情，对方共劈腿28次，他从找到证据到报复对方，剧情如同电影般高潮迭起。杨凯琳感情专一，高中恋爱却遇上花花公子，虽和他是众人认定的高中情侣档，男方却常趁机与其他女生偷来暗去约会、看电影，甚至共度美好的一夜。他无法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容忍及原谅对方的偷吃，展开了一个绝妙的报复计划。两人相约在男方家中，杨凯琳故意挑逗男友，将裸体的男友双手绑在床头两侧，一副两人要玩50度灰。原本男友还一脸雀跃，直到杨凯琳从包包里拿出鲜红色口红，在男友的胸口上写下脏话，并撂话说：“你等你妈妈来救你吧。”余文素地整理报道。11月4日消息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出生纽约，今年23岁的杨凯琳近日大胆自曝，高中时与另外一间学校的西班牙与白人混血，拥有高壮身材的帅气橄榄球员交往，两年半的恋情，对方共劈腿28次，他从找到证据到报复对方，剧情如同电影般高潮迭起。杨凯琳感情专一，高中恋爱却遇上花花公子，虽和他是众人认定的高中情侣档，男方却常趁机与其他女生偷来暗去约会、看电影，甚至共度美好的一夜。他无法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容忍及原谅对方的偷吃，展开了一个绝妙的报复计划。两人相约在男方家中，杨凯琳故意挑逗男友，将裸体的男友双手绑在床头两侧，一副两人要玩50度灰。原本男友还一脸雀跃，直到杨凯琳从包包里拿出鲜红色口红，在男友的胸口上写下脏话，并撂话说：“你等你妈妈来救你吧。”余文素地整理报道。